等等我。什么人这么狠毒？此地不宜久留，走。走。二兄，二兄，哎，我怎么感觉这儿阴森森的？啊？还是小心点。哎，你看，这，哎呀，别瞎看，跟上。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兄，全被咱们打倒了。果然在这里。你说谁呀？啊？哎，走吧。我跟你拼了！
还咬我手呢。我打。等着，我会来找你们的。我今天是绝对不会输给你们的，我杀了他！我不服，我不服！放过他吧。是老娘，是你杀了那女孩。王子果然料事如神，你的棍伤好了吗？俗怪我不该废了南诏古仙的武功，我倒是后悔当初没有废了你，又让你多祸害了多少人命。少废话，拿命来！呀！啊！啊！呀！啊！呀！好！嗨！呀！呀！知道我指甲的厉害了吧？有什么厉害？哎，好痒！啊，指甲有毒！啊！
好痒啊！师兄，师兄，师兄怎么那么痒啊？让你们尝尝我的毒指甲！你们运功疗伤，我去对付他。别乱动，屏住呼吸。师兄，头晕。快坐下来，我给你疗伤。七手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啊，慧女慧空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怎么找到我们的？师父让我们过来的。啊，师父。对。好了，你们快赶路吧，我们还要向师父复命。这回幸亏了师父，要不是师父，咱们麻烦可就大了。二师兄，以后你要是夺得天下，一定要封师父当国师啊！啊！天下，我一个和尚，夺天下干什么？终于把那个女魔头打走了。杜锦，啊！杜锦，你这个胆小鬼，刚才躲到哪儿去了？我。七月，七月，苍梧岭，师兄，你看那儿。兄弟，你要多紧保护西月。哎，就您。无论我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出来。记住了，多紧，千万不要乱跑。记住了，太子殿下。我能行。西月，你要好好待着。你这样贸然出去，不但送了你自己的命，还送了大家的命。放心吧，我会没事的。感觉不错吧？看你的人头能在脖子上待多久。呀！
师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师父让我来的。师父？嗯。好了，我回去向师父复命。终于到仙元关了。杜姐啊，离齐叔叔营地还有多远？不远了，过了轩辕关，再翻一座山就到了。二师兄，看来你对秦叔叔的感情很深啊。啊，可不是。在儿时的时候，秦叔叔就像父亲一样慈祥，就像现在的师父。可是好久不见，不知道。哎，好像没什么动静啊。我们过去看看。早有准备，只有拼了。去，保护自己。好，就咱们俩，能行吗？行。喜悦，小心点。没事吧？把你们全解决掉！啊！
金刚手。我已经打中他的命门，童子拜佛。杜锦呢？他刚才和我在一起，听见兵器响就不停地哭，把我哭烦了，我把他赶走了。纪远，你救了这个杜锦，为什么赶走他呢？我也是刚知道他是你恩人之子，太对不起了。他不会……他跑不了太远，一会儿自己就回来了。赶紧过关吧，抓紧时间。大师兄，你们把我们送过了关，回去的时候把旭月带走吧。
把他交给师父。我不走，你嫌我受了伤会拖累你是不是？我救了你的命，你现在嫌我是累赘，真没良心。又有官兵来了。是前方叔叔。太子殿下，钱叔叔。秦风拜见太子殿下。拜见太子殿下。钱叔叔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钱叔叔，钱叔叔，我们好久不见了。是啊是啊，快跟我去大营，咱们好好聊聊。好。守城兵，咱们怎么进去啊？看样子我们很难进去啊，想办法也得进去。哎，哎，你们看我的吧。你有什么本事？哎，等着瞧。他有什么鬼主意啊？站住！进去。好好。你站住。嗯，走吧。你站住。嗯。走吧，站住！走，站住！嗯，走，嗯，走，你，嗯，走，站住！啊，干什么呢？要饭的呗。本城是没有乞丐的，不准进城。为什么？你不缺胳膊断腿的，哪像什么乞丐啊？定是做些小偷小摸的事儿，按规定不准进城。没有，军爷，我是正儿八经要饭的，我是良民。良民啊！嗯、哎哎，你是和尚？哎，不，我不是和尚，我是小时候有病自己掉的。哎，那和尚有点，我没点儿。是吧？这是什么？拿出来！算了算了，拿出来！嗯，那您别后悔啊。啊！我说啊！
就这么败了？我没有败。哼，没败，没败，他们怎么到了京城？到了京城，这怎么可能？快给我解药！哼，你要想得到解药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杀不了我，只有我杀了你。听我的，我让你活命。今天呢，幸亏有梅兄弟，不然呢，我们很难过关。那是，我是什么人啊？比这大的场面，我都见得多了。真的，你们不相信啊？切，你们都笑什么呀？各位师兄，我这身上怎么有臭狗屎味儿啊？哎，真的，你闻闻。哎呀，去，真有臭狗屎味儿。哎，大师兄，你闻闻。哎呀，行了，行了，行行行，你今天在城门口放毒蛇，伤了百姓怎么办？嘿，别担心啊，我这么聪明的人还能想不到？哎，我把他们的毒牙呀都打掉了，伤不着人。哎呀，哎，我这身上真有臭狗屎味儿。去去去去去。是不是四师兄？去去！哎呀，梅兄弟，就你聪明。哎，那我就不穿了，臭狗屎味儿，熏死我了。我脱了啊。哎，我穿这个行不行？啊，穿这个行不行？你的。哎，啊啊，好好，穿吧。哎，穿了啊。嗯。二师兄，我们现在该出发了吧？不行，现在城门巡逻兵太多，现在去太危险，我们只有到了晚上才能进去。练得不错呀，哼，那你怎么还败了？哼，给我解药。你只要跟我到京城，我会给你解药的。把剑放下。你们为何停轿？将军，有几个和尚拦住了去路。少林弟子会师，拜见吕将军。你们是谁？贫僧法号慧石。难道你是？没错，大将军，他就是魏朝的太子。这是杨将军让我交给你的信。
罪臣吕简拜见太子殿下。快请起。杨将军义薄云天，世人皆知，我也万分仰慕。罪臣早就有意投奔，只是无人引荐。今天总算，太子殿下，你就吩咐吧。我想让你和杨将军里应外合，一起攻下邺城，杀高阳的措手不及，诛灭昏君。此事就包在我身上。多谢将军，齐王实在昏庸，我少林弟子不得不出山铲除暴君。谢太子殿下，臣定当万死不辞。这是皇宫的令牌，可以自由出入高阳行宫。你们带着他进宫，就会畅行无阻。吕将军说的没错，这个主意很好。你败了，得不到解药的。我没败，只要有机会，我就会杀了他。你的机会来了。我这次肯定会杀了他。来，咱们走。有你有我的地方。王爷，老和尚带来了。今天本王请你来看一场好戏，你都看见了吧？那边就是你的弟子正在和高阳的宫廷侍卫们比拼武功，这可是一场难得的好戏呀。等一会儿，你的弟子们将通过第一道宫门，接着将是第二道、第三道，直到皇帝高阳的寝宫。我要借少林弟子的手杀掉高阳，因为他挡了我的道。等你的弟子们完成本王的任务之后，他们也将被一个个的杀掉。最后，就该轮到了你，方丈大师。走，现在冲出去！
王爷，他们已经冲过了第一道宫门。哼，方丈大师，他们好像正在按照本王的古板唱第一出戏。古板？什么古板？贫僧之见，王爷设的是一个大的阴谋。杀了当今皇上，你可以顺利的登上王位，而不用背负杀兄的恶名。杀掉贫僧的弟子，你就可以除掉你一直视为眼中钉的魏朝王子。而杀了贫僧，你就可以断掉天下人的所有善念，从此你就可以放心的为非作歹了。吃亏的。好，大师兄，这个人就交给你了。Thank you.
不要杀他，放了他吧。杀！杀了他们！杀！给我杀了他们！给我杀了他们！为什么不杀？杀吧！杀了他们！你们为什么不杀？杀了！杀！抱负归山，他还是会杀人的。自食其果。为什么不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杀？杀了你们！杀！杀了他们！杀！弟兄们，把刀不把我们当人看，和尚没要我们的命，他却要我们的命，杀了把刀！杀！慧石呢？是不是进宫杀高阳去了？我们去找他吧。走，走，走。他们好像冲过了第三道宫门，第一出戏该结束了，该看下一出了。黑了，这怎么还没有人掌灯啊？来人，高阳，你是谁？我是少林寺慧石。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来人呐，掌灯啊！你们不要命了？啊！朕要斩了你们！快掌灯啊！快来人掌灯啊！朕要杀了你们！光明，你眼睛瞎了？胡说！你胡说！我没有瞎，怎么没有人掌灯啊？来人呐！已经没有人了，你的行宫已被我攻破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现在已经是孤家寡人。我不信，我不信。你刚才说你叫什么？少林寺慧石。啊，我记起来了，你就是所谓的魏朝的王子是不是？你好大的胆子，你竟然敢来送死。来人，快把他拿下。你身边没有人了？他们全都抛弃了你。没人？没人了吗？人呢？来人，快来给朕掌灯啊！
你们不要命了吗？啊，朕的话都不听了吗？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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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快点，等等，快等等，高阳，我要让你尝到跟我一样失去亲人的痛苦。高阳，你的妻子孩儿都在我的手里，你看着，我要一个一个的杀给你看。住手！杜锦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不想报仇了，可是你们非让我报仇，这次就让我杀个痛快吧！放手！杜锦，你究竟要干什么？你看，他现在喝得醉醺醺的，他根本就不在乎。这种人早就该杀了。如果你杀了我，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。如果你杀不死我，我张大了一定要报仇。听见了吗？你听见了吗？斩草要除根呐，不能留下复仇的种子，将来会后悔的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报仇，我要报仇！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再不掌灯，我就斩了你们！杜锦，放下你的仇恨吧。不，不，我还没有杀够呢，我还没有杀够呢。为了杀高阳，我们已死了很多人，还不够吗？仇恨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，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更多的仇恨。放了他们吧，带他们走，不许走，不许走，快走，谁都不许走，再这样对你不客气了。我要报仇，我要杀了他们，我要杀了他们。高阳，你的江山已经完了。不可能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在场所有的人都是你的仇人。你们是来报仇的？对。好啊，那你们来吧。我高阳什么时候害怕过？可是我不想杀你。什么意思？你曾让天下人看不到光明，但你现在已经作茧自缚，永远堕入了黑暗之中。我希望你从黑暗中走出来。你的意思是？我希望你剃度出家，为死去的冤魂超度。你是妄想？这馊主意亏你想得出来。朕是谁呀？朕是当今大齐皇上，朕要将你凌迟处死。来人呐！高阳，你现在已经不是皇上了，再不能害人了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是你最好的归宿。全都去死吧！我要杀光你们，我要杀光你们！啊！你们都去死吧，都去死吧！哈哈哈哈哈！都去死吧！哈哈哈哈！不过，我想这出戏刚刚开场，
他们是不是会按照你的古板唱下去？咱们还是看看再说吧。好，那就往下看。来，干了。哎呀，我倒是忘了，方丈大师是个出家人，不动荤腥。好，来，给方丈大师上茶。二师兄，你怎么了？那狗皇上呢？高阳死了。少林弟子，王爷和在下恭贺你们多时了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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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方丈，看来咱们这出戏该收场了吧？哦，王爷，这出戏不是刚刚开锣吗？怎么就要收场了呢？我想好戏还在后面，不妨接着往下看。和尚，今日一定要见个高低，到底谁是天下第一？你三师兄。哼，别怪我们以大欺小，那就不客气了。Thank you.
大家冲啊！给我拿下齐王宫！杀！王爷，杨坚大军攻陷了邺城，正向皇宫杀来。 还不投降，放下武器，不然我就杀了他！ 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。高阳已经死了，快放我爹！调你们进宫，就是想借你们的手杀掉高阳。现在杀了他，正合我意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把剑放下。 只好同归于尽了。哎，住手！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。 师父，一路多多保重。杨将军保重。慧师，你可想好了？杨大哥，我真的没有帝王的才能，我只是佛祖前。
一名普普通通的小沙弥。生生世世，我最大的使命是秉承佛祖之志，解脱众生。天下已经流血无数，我要回到佛祖的身边，为死去的人诵经千日，希望天下再无战争，再无饥荒，再无分离，再无仇恨。